你听过叶伟霆与人声乐器合作的 Crazy in Love 吗？广告后将精彩呈现。好好加油 ，Crazy in Love。Yeah、oh,。Oh, oh, oh. Yeah. I love you so deep in my eye. Touch on one more air time. Couldn't live on back you my head. One and two, three, down and low. So the bomb don't meet my ass man. How can my pride one day? Cause you don't understand. Just how I can do nothing again. Come look his bed right now. Love, come look his bed right now. Can't hold yourself right now. Kill, come look his bed right now.直接坐那里的，坐那里的，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应该没有人比他厉害了。对啊，除非说，除非来两个的。对的，就来两个，真的吗？前世兄弟，不会是大钱小钱吧？那各位一起来欢迎大钱小钱。耶！哇哇 ，Jackie Jackie Show， 哇哇 ，Jackie Go！ 真的是他们的声音的，对，不是你哦。哇哦，耶！他们两个也很厉害，他们跟 Echo 不一样，就 Echo 他比较专攻歌曲跟乐器的声音，然后他们比较科技电玩的之类的声音，真的吗？他们很厉害，那直接看他们表演，好不好？这个有时候很难讲哦，搞不好更感动你们，好吧？大钱小钱，钱落玉盘，来。大家好，我是大钱，很多人呢都问我说学口技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学口技有很多好处哦。先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会喜欢学口技，因为小时候啊，每次打开电视，没错，就是霹雳车。那时候小朋友都会跟自己的手表讲话，因为手表就可以呼叫霹雳车，伙计，快来！是的，老哥。排中最帅的就是伙计变形加速。是的，老哥。哎呦，掌声掌声，好酷！不过呢，我还看别台哦。我另外最喜欢看的就是飞狼，上吧，神大鳌，发射！直升机，哇！是呢，我就把这些声音通通学起来了。不过呢，这对我人生有非常大影响。接着我就要讲到我的社交生活，比如说我的朋友 A， 大钱，我来玩枪战游戏好不好啊？好啊，大钱，我开始喽，天，砰砰砰，砰，你死定了。好，那换我喽。所以各位小朋友，有些东西不能乱学哦。谢谢大家。耶！哎呦，厉害过！哎，感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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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感动。我跟你讲，你的表演，如果说人家给你分数不高，可能是因为外形有限制。外形很好，特别是都过。谢谢你这个跑快起来会整个立起来吗？
不会啊，小心去澳门呢，那闸门一开你就往前冲会被抓回来。哎呦，哎呦，哎，你看这鼻梁眯得好哎，对呀，哎对呀，哎，你完蛋了，阿咪，信掉信掉，人家真好像。